红绿灯，好，红绿灯，好，要放红绿灯哈，好，绿灯。搞超嘛，其他个有啊。对。我这用到这么大颗啊？啊，三两的。哦。流水墙用三两的啊。 表演。而且爱几号？一般管路都十号左右拢在。啊，这条线，几号？这条线十二号。十二号，应该唔惊拖线。拖线，吼，对。他没有再怕出现。 那前面那边一堆啊，你看那个。那你看，哎，这个蛋啊，我一没说出来啊，咋做一大堆耶？ 这头了，我只讲靠腰，稍微点踩点，用这个尺寸比较好。对对，哦，好，这样搭下去就搭在这一起就好了。好，对。
好了，彭家去了哈。对了，有你们修到这里都差点累死我了哈。对，又修了。哎，有。对，掉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啊，掉掉了。慢点，你们两个修垮掉了。烧了啦。我的也要上来啊。然后我先上来了。你能上来吗？人呢？你在我的镇上，你要上哪里去啊？去那些还是不得啦？你要先我去啦，你要先去搞那个套件啦。是。你过来来啦。我。走。拍摄拍摄。啊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样，那上下上下晃一下，哦，对对，他那个嘴巴张开就是了，是啊，嗯，哦，你有觉得一个空，不是不是，硬硬的两个前后有一个软软的，没有重没有重，没有重，你一直在搅那个硬骨头啊，对啊，不对，再后方一点，再后方一点，进去了，啊对，好进去了哈，给钱了给钱了，已经不动了，啊。将会好多了，比你那个好很多了。哇，下雨，讨厌。没了，早上没了。还有哈。南极下一下哈，还有用汤给流出来了哈。对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这个尺寸刚刚好的，对，这个的，大概几斤啊？3斤。哦，这个可以。靠近3斤。哦，2斤多。OK， 哦，对，这个尺寸最好的，好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那嘴巴真的很大哈，对啊，对啊，很大，不用怕它的。Hito， 哦 Hito， 哇，赞，又是好尺寸哈。来，走，拿这两只，要不要拿去放在火里了？嘿，这个刚刚好，哇，漂亮，好，走，哎，放我火里头，走，给它丢下去又满水了。对啊，没错。很简单。啊，这样就看得到嘛。哈哈哈哈哈。这都是这个在吃。哦。哦，都是这个做。对啊。
欸、它是红干嘴巴这样就直接就进去了呢、哦、对啊，它会吞下去啊。对啊，哦哦，对啊对对，哇，这刚刚好，这个对啊、哦，这真漂亮，这个对啊，好、哦，来这个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好像小浮雕啊、哦，对啊，好了，这等重你了，二楼二楼。其实这样放在那边养着就好了哈、哦。对啊，我不用带那个打气的了哈。打气啊！哎、欸，它这样整天到下午不会晕哦。它怎么会？它还是在水里面，它玩得好高兴。嘿嘿。这就无伊落，再等我俩。有哪只大尾？大尾大只，无大尾。大尾。放哪一点？搁哪里？我这会不会太大只了？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哦，有有有有，哦，看都吃活饵。啊，不过我钓了。跟你讲蛋呢？我看没看看，咬一下看一下，拿上来看一下，拿上来。那有吞的啊？有吞的，不吞的样子，吞不进去的啊。吞它了。有，没吞进去啊、哦？换头，快点换头。两箱。金刚不好了。太小了。金刚不好。